老板，蛋炒饭多少钱一份？九块一份。九块钱一份。你来一份吗？加一个鸡蛋多少钱？加一个鸡蛋一块，小伙子。哦，那你先给我加几个？加几个呢？啊，你先加行了。加行了是吧？啊，这一块。对。两块。两块。三块。不要停。五块。好嘞。五块。五块。六块。哎呦。好嘞，老板，这个手法可以。七块，八块。啊，好了，够了。够了吗？啊，够了。就八个。啊，八个。哦，小伙子，可以的。今天晚上这是大单哈。啊，这个八个单是多少钱？八块钱，小伙子。啊，八块钱。对，好嘞。哎，好久没有这种大冤种，不是，好久没有这么会吃的人了。啊，你给我多加点蔬菜啊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好。不要着急啊。好嘞，不着急，不着急。就是八个单呢，我比较激动。啊，平常。没这么大的单子啊，没这么大单子，对对对，这来个大客户，你还不适应？对，平常炒一份都才九块啊，哎呀，啊，一份饭九块钱，对，一份饭九块，你这光加蛋就八块了，哎呀，你九块钱加几个蛋呢？九块钱是加一个蛋的啊，加一个蛋，加点洋葱啊，来点豆芽，好嘞，加点包菜啊，我给你加点，小伙子，好嘞，你多加点，我就爱吃菜，对对对，好嘞，哎呀，漂亮，老板，你在夜市干多少年了？也有个五六年了吧，六七年。哎呦，时间不短了。辣吃不吃，小伙子？啊，来一点点，来一点点就行了。哎呀，好嘞，漂亮。小鸡精也给你加一勺。好嘞，啊，好，都满登登的。好嘞，漂亮。要几份饭？我不要饭了。啊？我不要饭了。够吃吗？我吃蛋能吃饱了。这八块钱。啊，我够了吗？真够了不是？啊，别的我一样都不要了。我以前没这么卖过。你没这么卖过？对啊。你那是没碰见我。碰见我你早这么卖了，真的。老板，我不拢你。八块。啊。这是八块啊。那你说的呢？也行吧。也行。哎呀。这不是个大单吗？啊，不是八个单，这不大单？也对哈，老板，我以后不在这摆摊，你别再来了，以后哈。啊，哎呦，老板，你不用往上弄了，我能吃饱了。八块，哇。